说呢，反正也藏不住，直接吃。陈思一边练也不要了，要了那还有那个。不行，面也不能给他撩，再用骨头给他做个陷阱。我可太机智了。让我看看他干了啥。哎呦我的妈！陈思连渣都不上，还好我还有准备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怎么都没人啊？哎，选一个吧。又选？我选这个吧。别，这肉都露出来了。你确定选这个？啊。那好吧。嗯。今天终于翻身了。我让你先吃。好。哎呦，这么多面。嗯。还那我吃啥呀？你，哎，那不，阿姨给你买了鹌鹑蛋，给我剥点儿。这么吃面，就点这个蛋吃。自己剥。乖，你慢点吃啊，等会儿阿姨教你一个鹌鹑蛋的新吃法。抠抠搜搜的。哎呦，还爆汁儿！你俩慢点吃，没人跟你们抢。他还以为他赚了。鹌鹑小卤蛋好吃吧？好吃，自己拿啊！阿姨给你准备那个新吃法了。乖，你注意，你别吃这个口味的啊，这个是香辣的，有点辣。啊、你怎么又从我这儿拿呀？辣的他吃不了。那我能吃啊！你瞧瞧瞧，这么一大盘子呢。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鹌鹑小卤蛋啊，特别方便，一撕一拉打开就能吃。它都是这种剥过壳的 ，QQ 弹弹的，而且蛋黄是那种沙沙绵绵的口感。家里小朋友不爱吃水煮蛋黄的，这个都是能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。关键是现在有活动啊，三个口味的，19.99，直接给大家发63个，给你们放下方小黄车，都可以安排一份。才应该吃的差不多了。你吃饱了吧？嗯，饱饱。来，乖。嗯。我教你一个新吃法。哎。瞎扯淡，塞你！老公又死光、你又偷儿子的蛋，给我过来！这两口子天天打架，看来还得我出马。爸爸，阿姨吃饭了，请你们帮我选一选，你们要选看不见的，还要选看的。哎，谁还选看不见的呀？蛋都被我拿走了。嗯，你都拿了，儿子是啥呀？拿走。阿姨，他们爸吃完了你再吃，这没有好吃的。看来儿子又准备。行，那咱俩先吃点鳕鱼肠。哎，我特意给你买的。我今天教你一个鳕鱼肠的新吃法。他鳕鱼肠新吃法？又想骗我？那一根火腿肠能有啥新吃法？嗯，火腿肠看着没见识的样，眼睛走坏。味道怎么这么好吃？奶香奶香的。那是，这里面是真的加了鳕鱼肉含量的，你别抢我的。快吃吧。小朋友都吃的嘎嘎响。那先吃点啥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管他是啥，我先吃我的。这个是我特意给你儿子买的，他不是喜欢吃吗？它里边加的都是深海的鳕鱼肉含量，像里边的 DHA 藻油呀，或者说钙呀、蛋白呀，都特别适合小朋友。你看 ，QQ 弹弹的，贼好吃，是那种很鲜嫩的口感，像是超市里边一根柜台上都要得卖2块钱。我今天给你们找到的这个是比比赞大品牌啊，这一包、两包还没完。三包整整到手63根，才19.99，给你们放在下方小黄车了。无论是说咱们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啊，出门饿了吃两个呀、或者是说平时就是煮泡面了丢2根，咱们自己当个追剧小零食吃都可以啊，特别划算。拌着饺子吃也可以。吃饱了没？饱啊。那我要叫他吃吃饭了。你妈蛋都没了。哎，鳕鱼配龙虾，海鲜大咖。嘿嘿。哎呀，趁儿媳妇不在，把螃蟹放到面里边给儿子吃。这也太偏心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给儿媳留几个鸡蛋。老爸又想套路我，看我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吃饭了呀？干啥呢都？哎呀，来，儿子，今天你吃这个啊。我不，我吃这个。你不听你爹的是吧？我上次就听你，我就没吃着蛋。今天我都看见里边发个蛋，你看。行，吃你的蛋吧。儿媳妇。等我儿子吃完你再吃啊！行了，爸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那我等会儿再吃，我先冲杯麦片。小饼饼还不知道那碗里有啥。哎呦我的妈！麦片看起来好好吃。干嘛？还抢？人不会自己泡啊？都给他倒出来，省得他再抢我的。嗯。别抢！还抢？你都有蛋了，你还抢我的？嗯，给，一天天吃点东西，给他小气。说人家骨头真碎，我不信，你让我尝一尝。也不商量，直接抢。这是我特意囤的，
姐妹们，我今天吃的这个呢是奇亚籽酸奶燕麦片，里边都是烘焙过的谷物啊，不像咱们传统那种麦片还需要开水冲泡，它这个能直接吃，或者拿酸奶拌一下就可以了，并且里边有各种，看到没，谷物、坚果，还有冻干酸奶块和那个冻干草莓啊、椰子脆之类的。平时像在外边买这么一罐的话，估计要30多块钱，这个是一斤重500克的啊。现在一罐是14.9块，拍两罐的话，再加上一套同款的玻璃碗勺，特别划算，早上可以拿这个来当代餐啊，都可以带一份回去尝尝。嗯嗯，我饱。嗯，你吃饱了？嗯，那我吃了。嗯，哎呀，大闸蟹。啊！媳妇儿又蹭好吃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扔走了，别是我的。一口一个笨鸡蛋。哼，你还冷？我的鸡蛋怎么不见了？肯定是老公。既然让他看到了，就换个地方。我不信他不中计。坐垫位状，看他等下这么苦。冰冰，儿子，吃饭了，快来快来，吃饭了。我今天给你做的粉啊。哎，吃什么粉啊？我今天吃哈密瓜。真不吃啊？不吃。爸爸，那我吃啥呀？嗯，你呀、啊，那不有你阿姨给你买的这个水鱼肠、哎？我特意给你买的，乖乖，你尝尝这个，先拿这个垫一口啊，等会跟阿姨吃好吃的。对，先垫一口，等会跟爸吃好吃的。QQ 弹弹真好吃啊！我要开始开动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口吃肉太爽了。嗯，肉哪来肉？山老祖的。鳕鱼肠呀，鳕鱼肠里面是真的有鳕鱼含量的，你鳕鱼不是肉啊，姐妹们。我今天给他挑的这个鳕鱼肠呢可了不得了，它里面真的是加了鳕鱼肉含量的，并且里面的 DHA 呀、藻油呀，或者说钙呀、蛋白呀，都特别适合小朋友。你看。QQ 弹弹的，一口一根的，而且吃起来很鲜甜，像便利店里一根都得卖个2块钱，这是比咱大品牌的、啊、关键是今天给你们的价格，到手一包还不够，两包还不够，再加一包，到手直接3包63根才19.9块啊，给你们放在下方小黄车了，真的很好吃，平时就带孩子们出去玩呀，或者是说自己追剧当个小零食，煮个泡面就是粉吃都好啊，一定要回去尝尝。嗯，走儿子，咱俩去厨房吃。赶紧走，端走端走。我端走了。你也端，都端走。嗯。哎，那肉呢？这是给我老公的。哇，今天老婆对我这么好。这也是给我老公的。哇，这么多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我喜欢这个。哎呀，爸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跟我老公抢吃的？都是给你的，多吃多吃。我吃啥？我给你拿。天天就知道吃吃吃，给都给你了。不是，不吃正好。今天赚大了。咦，来吧，这是给你准备的惊喜。哎，你等他吃完了你再吃，省得他跟你抢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龙虾、鲍鱼、大猪蹄，冰箱里我都翻个遍了，看还能有什么好吃的。爸，你往这边坐。我准备的肯定好。哎，我吃啥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呀、啊，你也有吃的，我给你准备了三明治。来，走开，来一边一边。嗯，把盆给我。嗯，省的老公给我抢走。一口下去慢慢都是鲜，这口芋泥肉松太好吃了，看起来好好吃、嗯、你说怎么能想到把芋泥肉松做成三明治呢？儿子儿子，嗯，给你儿子拿一个。不、哦、来不吃它嘞。别说了，口手的。嗯，哦，哎，老毛病又翻了，这么多都喂不够。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是芋泥肉松三明治啊，而且它好的是独立包装的，咱们就是早上洗碗了不想做饭了，带一个直接就出门了。它面包特别松软，都是这种切除了吐司边边的，你看松软的，一按一个手印，中间就是厚实的芋泥跟肉松乳酪夹心，我咬开给你看。嗯，都要直接就爆出来的酱，这肉松贼厚实，吃起来是咸甜口的，完全都不会腻。关键是蛋糕店啊，别人做不出这种品质，就这种品质得7-8块钱一个，我现在14.9块到手给你发8个，而且是9天的保质期，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啦，想吃的姐妹都可以带一份，常温储存的，不用冰箱。嗯，来，儿子，嗯嗯，吃饱了吧？嗯，来，小孙子，给爷爷打开。爸，哎呀，王毅不是叫你去跳舞吗？带着孙子，晚上吃点什么？赶紧的，走吧。干嘛？让你天天碰我，我看青仔咋换。走。哎呀，哎，听着，听着，听着。嗯。青椒啊，一会儿老爸肯定又会使坏，我得给他下个饭。哎，你好了，好了，松手。好，你儿子吃饭，我买了三明治。哎，不是，你又开始抢了，儿子吃饭了。这个我想的不一样啊。
哼，你都抢完了，我咋吃？你别！老公这坏毛病真是改不了了。你别抢，给爸爸吃，爸爸是当孙子，咱们俩吃这个。是，这个里边。等等，难道是？啊，行，那咱俩吃这个。来，乖。还得是亲儿子。我赶紧再吃，行，咱们吃。撒老公，等着后悔吧。哇，吐司层松松软软，口感绝了。还是这口好吃。你说到底是谁发明的芋泥和肉松放在三明治里，一点都不腻，馅料还这么足。包子呛完还要呛三明治，谁让你吃的？你都有包子了。我想吃就吃，管我呢。干什么？肯定好吃啊，我特意给他买的。姐妹们，这口三明治真是绝了，它面包特别松软，你看一按一个手印的那种，然后中间就是夹的厚实的芋泥跟肉松乳酪夹心，你看咬开，里面直接就是多到爆出来的芋泥夹心，甜甜口的，早上起来吃一个完全都不会腻的，而且都是这种独立包装，咱们带出门也特别方便。惠州蛋糕店就这种品质，不一定做得出来，做出来了也得卖个七八十块钱一个，是不是？这14.9直接给大家发八个啊，特别划算，给你放下方小黄车了，常温储存90天的保质期。我这儿都是3箱5箱的囤它了。爸爸，你吃饱了吗？嗯，饱啊。撑了我都。你们俩吃这个吧。来喽，大闸蟹。啊、小黄鱼遭难寡力，今天再收拾收拾老公。让我看看藏的啥，都是我的。老公又偷吃，我得换个办法。一个不留。嗯，我再给他藏个好东西。还真是一个不留。这个东西他一会儿一定后悔。面，冰冰吃饭了。哎呀，哎，这啥我今天就弄了一碗土豆粉，但是这个里面有好吃的，你看你选哪个了？我是土豆粉。你确定啊？行啊，那你快点吃，你吃完之后这西瓜里的你就不准跟我抢了。哎呀，不给你抢。都空了谁还抢？嗯。来口鱼豆腐。嗯，都给我看馋了。土豆粉好吃哈，嗯，还挺筋道的。嗯，肉坛爽瓜太好吃了。是不是太辣了？嗯，要不然给我吃吧。哎，不，今天怎么舍得给我放丸子？这是人家里面自带的。你刚吃的那蟹子包，还有这撒尿牛丸，这便利店不都得3-4块钱一颗了？这三个口味，每次非做这麻辣的。我喜欢吃麻辣的呀，本身就给我做的。你吃微辣的，你自己再泡一个嘛。那实在不行，中辣的你也能吃。而这里边还有这豆芽呀，然后还有那个海带和豆皮儿，我喜欢吃这个豆皮儿，可大一包。你让我吃一口呗？就拿给你尝尝先得了，这本来就是给小侄子囤的，他过几天。那一下晚自习了，老是来不及点外卖的。吃着吃，不用火不用电，一碗凉水就能吃上。他在宿舍多方便呀、啊！是不是他们家现在刚有活动？那直接到手3盒这个海鲜丸子，再加上3盒自热火锅，才39.9，多划算呀、啊！我一下囤了好几箱呢。吃饱了没？嗯，汗都下来了。那我吃了啊。哎，人家大黄鱼，这不是吃完了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太大了，卡住了。算了，反正也藏不住，直接吃。完了，咱啃干净。真是一点脸也不要了。有了，那还有那个。不行，面也不能给他留，再用骨头给他做个陷阱。我可太机智了。让我看看他干了啥。哎呦我的妈！真是连渣都不剩。还好我还有准备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怎么都没人啊？哎，选一个吧。又选、啊、我选这个吧。别你这肉都露出来了。你确定选这个啊？那好吧。嗯，今天总于翻身了。我让你先吃。好。哎呦，这么多面。还那我吃啥呀？你哎，那不、哎、阿姨给你买了鹌鹑蛋，给我裹点儿，正好吃面，就点这个蛋吃。自己剥，乖，你慢点吃啊，等会儿阿姨教你一个鹌鹑蛋的新吃法。扣扣搜搜的。哎呦。还爆汁。嗯，你俩慢点吃，没人跟你们抢。他还以为他赚了。鹌鹑小卤蛋好吃吧？好吃。自己拿啊，阿姨给你准备那个新吃法了。乖，你注意你别吃这个口味的啊，这个是香辣的，有点辣。啊？你怎么又从我这儿拿呀？辣的他吃不了。那我能吃啊，你抢抢抢，这么一大盘子呢。
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鹌鹑小卤蛋啊，特别方便，一撕一拉打开就能吃。它都是这种剥过壳的 QQ 弹弹的，而且蛋黄是那种沙沙绵绵的口感。家里小朋友不爱吃水煮蛋黄的，这个都是能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。关键是现在有活动啊，三个口味的19.99，直接给大家发63个，给你们放下方小黄车都可以安排一份。菜应该吃的差不多了，你吃饱了吧？嗯，饱饱。来乖，嗯，我教你一个新吃法。哎，瞎扯淡，逮你！哎，这家没法逮了，好吃的一个都吃不上。哎，干嘛呢？给我，来给我，给你儿子。啊、哎哎，看到没？爸还得是我亲生的，够吃不，儿子？你要说够也不太够。来，这个也给你。那不是你都给他了，那我吃啥呀？等着，孙子，下我倒要看看老爸还能给你准备啥。大菜来了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还没有烂菜叶子呀，自己吃吧。阿姨，我想吃三明治，我给你拿。哎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，来尝尝。看起来好好吃。谁要你吃了？给儿子准备的。给儿子准备的，自己来吃。阿姨别着急，这里面有好吃的。好吃的？难道暗藏玄机？你让他吃这呀？是吧？那我等等吧。这芋泥跟肉松简直绝配，再来一个。嗯，我最近看人家电视剧里边吃芋泥香酥鸭可好吃了，我外卖都买不着，特意买的这个三明治。邓霞，别想吃我大餐。姐妹们，他们今天吃的这个呢，是我特意买的芋泥肉松三明治。你们以前听过这个口味的吗？它是那种咸甜口的啊，并且这种独立包装，早上当早餐吃特别合适。面包贼松软，你看一按一个手印，然后中间就是厚实的芋泥跟肉松乳酪夹心。你看，一口下去，直接就是多到爆出来的酱料，巨好吃。像蛋糕店里这种品质，一个都得卖个7-8块钱吧。你看我找到这个14.8块，到手是发8个啊，并且是90天常温储存的，咱们可以一次多囤几箱。爸爸，你吃饱了吗？饱、嗯。阿姨，好吃的。哦，大闸蟹。我咋没发现呀、啊？嗯。喂，斌哥，我有了。有啊，你等会儿，不着急，你慢慢说。啥意思还不让我听？哎，过来，咱俩先吃饭，不理你吧。今天别想吃饭了，鱼一个都不给他留。你慢点说，慢点说，别着急。天天抢饭吃，公公也偏袒他、啊，这家真是一点都待不下去了。你嫂子在这儿，你小点声。啊、快点吃，来吃鸡蛋，一口一个赶紧炫。哎呦我的妈！酸奶也别想让我留。天宝贝，先给孩子一杯啊！真的假的？这都多久了？啥时候的事儿？全给他吃完，饿着吧他。整个的草莓哈，一个月了、啊，吃完一点都不像生。嗯，再给你吃个香蕉。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搅拌酸奶呢，现在是有大活动啊！它里面是有冻干草莓、冻干菠萝蜜，还有这个冻干酸奶块三种口味的，并且还做了升级。像咱们之前买的时候，它不都是那个一颗冻干草莓吗？它现在里边每一个上面都是有2颗冻干草莓，然后上面就是谷物圈呀、燕麦片呀，然后下面是草莓酸奶，并且草莓酸奶里真的这些添加的那个浓缩草莓汁啊。像这么一杯是180克大分量的，咱们平时就是下午饿了呀，当个加餐代餐，或者说早上给小朋友当早餐吃都是可以的。关键原来39一箱。29卖过小杯的，现在大杯酸奶直接给你们26.9元到了1箱6桶啊，给你们放在下方小黄车了，想拍的姐妹们都可以安排一单，关键它都是新鲜日期的，真是太划算了。哎呀，没事、嗯、放心吧，有我的啊。哎，没事。我鱼呢？我蛋呢？有我的。不是什么跟什么呀，那不是表妹单身38年啊，终于找到男朋友了。有男朋友啊？啊，有了。哎呦我笨。香蕉。啊，在一老一少又在这套路。哎呦我的妈。叫你爸爸阿姨吃饭。爸爸阿姨吃饭了。还好被我发现了。哎呀，行行行行行。呦，鸡爪子。哎呀，爸爸，你要吃这碗，这碗是给你的惊喜。惊喜啊，这点还不给我塞牙缝呢？别拿走拿走。牙缝可真大。哎，那阿姨，你先吃鸡爪吧。啊，吃鸡爪好。来，走吧，咱玩去。走。儿媳妇啊，这个一定要吃完啊，这碗面吃到完啊。哦。老爸，这话里有话呀。难道是一家子人没有一个正常的？那这碗面一定不简单。先把鸡爪倒出来。等口鸡爪。
你不是吃带鸡蛋的面条了吗？你还抢我鸡爪？那你还有鸡爪头吗？尹良脆嗓但不错。你端拿来吧你。原来地下还有搭景戏，问看他邓虾后不后悔。这鸭掌真是绝了，你看这掌部。这掌部谁看谁不迷糊。你吃饭能不能别吧唧嘴？都让谁吧唧啊？下次就应该跟爸说一下，不用拌面，这鸡爪汤拌上面才好吃呢。看来还得趁活动躲囤店。你多吃点面，快点吃。以后就得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吃。嗯，这天热，咱上这一口这个冰冰凉凉，太爽了。再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嗯，以后别再买鸭掌了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贵了。谁跟你说这鸭掌是我买的了？你不知道现在一斤鸡爪只要20多块钱，然后两斤鸡爪的话还送鸭掌呢。那感情可以啊。他应该吃差不多了。嗯，爽。吃饱了吧？饱了。哎呀，那这大猪肘子，哎。给我。嗯。